耐以前，有一个国家叫做麻烦国，入面住着一个很漂亮的公主。很可惜，她每一天都要做家务，劲多劲多家务做。她的名字就叫做麻烦国公主。她有一把乌黑的头发，雪白的皮肤，很多人都叫她做白雪。不过她不是很喜欢做家务的。她又不喜欢煮饭，洗碗就更加不用说，她都很憎洗碗。我到底几时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？我真的很不喜欢这里，我不喜欢洗碗，不喜欢煮饭，不喜欢抹地，我什么都不喜欢，我只想做睡公主。可不可以让我做睡公主啊？我想睡觉啊，救命啊。魔戒魔戒，我想问在这个世界上谁个最麻烦啊？公主大人，咁当然就是麻烦过公主入面的白雪是最麻烦的了。我都估到的了，她除了性格之外，个样子都生得很麻烦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跟她哪个最快搞得出啊？公主陛下，你看看这条片就知道了。唉，真的好攰啊！日日咁样做家务，真的好麻烦啊！日日洗碗抹地都算，我仲要嘥时间冲凉洗头，呢啲嘢我都唔中意做嘅。我唔中意洗碗啊！哇，原来有回音啊！但是我喜欢洗钱啊！我喜欢洗钱啊！我不想做家务啊！我超级不喜欢洗衫煮饭、扫地、抹碗，什么都不喜欢。抹碗，什么都不喜欢。停一停先，我有没有听错？为什么我会听到一个这么贤良淑德的女仔在说话，又拖地又洗衫又煮饭？哦，真是世间少有。快点，我们要跑快点，这些这么好的女仔很快被人抢走的。去啊，快点啊，我的公主，我来了。哪里哪里，我的公主 Tulip， 你在哪里？嗯，啊，在那里。哇，实在太贤良淑德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跟她求婚。你好，我是大大国的大大王子。原来她就是王子啊。那早知我今天早点啲啦，我今天早到咁丑人怎么见人啊？我希望你我不理啊，早知我今天一定要买新衣服。但是我今个月已经存了很多钱拎去买雪糕食了。不紧要啦，买衣服啫，冇乜所谓啦。公主，是头先那个王子。我听日会再来找你的，我一定会找你的。大大，真的对不住啦，要怪就怪我大细啦。点解我今个月会使咗咁多钱嚟买雪糕噶？我真的有时都顶唔顺我自己啊。冇理由噶，点解佢会嫁得出噶？点解会有人要佢噶？佢应该要涉做奶噶嘛，冇理由佢会快过我嫁得出嘅。点解啊？你讲点解啊？我谂到个方法。行嚟行去都冇平衫买，点解而家啲衫咁鬼贵噶？我都冇钱，我点买啊？定系我而家唔买好咧？我等大大到时买俾我都好喎，我咪唔使使钱。但系咁样好似唔系咁好喎，定系我自己买？嘿，我就知道有呢件美衫，我哋好彩早有准备，要走啊走啊，快啲走啊走啊！岂有此理，点解会搞成咁？
本身谂住俾个苹果佢，佢一定会食，然后我就可以嫁俾王子。我一定要报仇啊！唉，头先真系超级惊险啊！好彩我早有准备，点算呢？跑下跑下荡失路添，算啦。反正我翻去都系要做家务，不如冇饭。诶，嗰度好似有间屋喎，好似几靓咁喎，去望下先。喂，哇，入边有咁多张床嘅，我瞓边一张好呢？我中意瞓腍啲嘅，我唔系好中意瞓太硬。哎呦呦，我有冇眼花？有一只小蚁熊啊！太好啦，终于有人可以帮我做家务啦。Nope.喂喂，你系咪熊仔啊 ？Hello， 系咁嘅，我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一下。哇哇，原来有咁多只啊！太好啦，我可以专心嫁俾大大，唔使再做家务啦。我想你哋帮我做家务啊！如果得翻你一个咋，咁以后执屋、煮饭、洗衫、扫地嗰啲，全部都交俾你啦。仲揾你唔到，原来你匿咗喺呢间屋入边。我唔理啊！今次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俾呢一个苹果你食。有冇人啊？哇，小姐，你块面冇事啊？你入嚟啊！我俾啲药膏你搽，快啲入嚟啦！你块面搞成咁，系咪因为今日俾啲人偷袭啊？咁要帮你黐胶布啦。但系今晚打搅你都唔系咁好嘅，我送个苹果俾你当系补偿啊。多谢你啊，我都冇谂过会突然间收到礼物噶。哎呀，你不如坐一阵先啊，我俾啲嘢你饮啊。佢真系蠢到成只猪啊！阵间就系你嘅死期啦。嗱，你快啲饮啦！不过唔好意思啊，我头先先发现原来呢间屋乜嘢都冇噶，所以我榨咗你头先啲苹果汁嚟俾你饮咯。我岂有此理啊！你应该俾啲咩我饮啊？咩啊？咪头先你俾我嗰个苹果咯？你同我收声啊！你要白帮定要俾啲讲嘅嘢我饮？喂，你好啦，我唔该你尊重少少喎。我冲嘢俾你饮，你而家仲要阿芝啊？作你唔屁啊嘛？你有冇家教噶？识唔识尊重人噶？我已经唔想理你啦，熊仔，我哋走，唔需要留喺呢一度。你同我一齐翻城堡，大把家务等住我哋做。自从上次见到嗰个公主之后，我就一直挂住佢。如果缘分可以俾我而家见到佢，我一定唔会再放手。系佢啊！我有冇眼花？我系真系佢啊！真系见到佢啊！原来呢啲就系真爱，就系缘分。我今次一定唔会再俾你走，我一定要娶你翻去做我贤良淑德嘅妻子。嗱，咁你记实噶啦喎，啲家务以后就你做噶啦。系大大王子嚟啊，咁啱嘅。我忍唔住啦，公主，请你嫁俾我，成为我真正嘅 true love。我等你呢句等咗好耐啦，我等唔使做家务呢一日都等咗好耐啦。True love. True love.